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个鸡蛋好吃的做法。首先将火腿肠切成片，青椒切成碎丁，用勺子将火腿肠和青椒搅拌均匀，盘中倒入三个鸡蛋，冷水上蒸锅，大火蒸15分钟，时间到关火取出。一道美味的蒸蛋就做好了，吃起来鲜嫩爽滑，营养美味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跟着大叔学做菜，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